在地人在地情，来看台中霧峰林家宮保地園區举办夜探古蹟的活动，带游客回到古早时代，体验着当年树新生活风貌。民众手提锅仔灯甲开扇，伫咧霧峰林家宮保地头前认真听导览。天色愈来愈暗，气氛嘛愈来愈趣味。霧峰林家宮保地园区即将举办夜探活动，也希望说大家能够到大花厅去体验一下我们汉族的优雅文化之旅。暗时的古迹甲日时是真无同，甲古仔灯吊起来，行伫咧充满历史气氛的建筑当中，民众阁会当穿古装来体验角色，拢予大家感觉真价值。我感觉我好像有穿越到过去的感觉。那晚上的话，就是有点灯，然后大家提着灯笼，感觉是气氛比较好。伫咧暗时有古仔灯的光线，坐伫咧大厅，啉一嘴茶，欣赏演出，用无同款的角度来看古迹。恭喜亚坦，国卡参详是一场时光的旅行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